那我们现在看第一则新闻，就是刚刚说到徐伟伦，徐伟伦灵堂好友纷纷通往，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吧。昨晚台北的慈恩园依然灯火通明，今晚夜深寒冷，徐伟伦生前的好友们仍是强忍悲伤前来。徐伟伦过世后的第二个夜晚，在亲友的陪伴下，并不寂寞。一切都交给徐爸爸妈妈他们去处理。爸爸妈妈现在平复许多了，有，谢谢大家关心，希望他就是在天堂会很好，对，然后希望所有人都希望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能够再跟他继续当好朋友。而今天一早依然有许多朋友前来吊唁，希望能够为好友徐伟伦尽绵薄之力，帮忙他的父母分担处理后事。我们会尽量来参与，尽量来参加，因为是我们心目当中啊这个。最美好的一个女孩子，哦，我们永远都记得她的美丽，然后呢，也都很，所幸啊，至少就是说，还让她是最后是非常漂漂亮亮的离开了这样。虽然现在，她不在了，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。这是他最后一个作品，但是没有完成的作品，我们会很努力，强打起精神，坚强的把这一个戏拍下去。虽然很辛，就是啊，我不会讲那种感觉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，希望他可以一切顺利的在天上，因为他真的很完美。林威有没有托你带一些什么话要跟他说？当然有，因为他是我好朋友，所以该说的我在前天已经在医院的时候都已经跟伟伦转告给他了，所以该讲的都讲。他会不会很遗憾不能来看他？这我不知道，因为他自己的心情吧。那我觉得就不方便带他发言。嗯，是他家人，是这边家人不让他进来，还是说他自己有些考量？不清楚，不好意思。而徐伟伦的家属也决定在2月8号举行家祭，并随即火化安葬。在好友们的积极努力下，也预计在2月11号举办追思音乐会，要帮徐伟伦一圆自己的音乐梦想，也要透过纪念歌曲来怀念大家心目中的仙女。曲子是小玲姐会写，然后歌词的部分我们在讨论说，集合好朋友，然后一起写词。娱乐新闻周瑞祥、马国俊采访报道。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善良而且人缘很好的女孩子，人缘还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就是其实这几天呢，就是只要打开电视看到新闻，就是一直在播这个新闻的报道，然后就会看到她，就是她好朋友啊，只要知道她这个消息都会讲到哽咽，就是抽泣一样子，就会觉得说他们内心一定是真的很难过，就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难过。就像我们九妞妞，如果突然间少一个，我们也会吧，我们可能会大哭，或是就整个就荡到谷底。嗯，不敢想这种事情，不敢想，真的不敢想。OK， 好，哎呦，什么？先不要想，先来说下下。接下来的新闻也是一样，有关于伟伦，然后他之前呢有大办过我们娱乐新闻，还出了外景到迪士尼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吧。2000年8月底，徐伟伦和贺军翔以 TVBS G 偶像剧《恶男宅急电》男女主角身份，受邀前往香港录制迪士尼特辑。穿着粉红 T 恤，徐伟伦显得活泼俏丽，即使下雨仍然敬业的配合录影。要不要讲一下，这是你们第一次来到香港迪士尼吗？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虽然下雨，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。爱逛街的徐伟伦在纪念品店尽情采买了一大包战利品，吃到好吃的草莓果冻，也赶快分同行的阿雅品尝。那还有你想要吃的蛋挞也在这。I'm sorry, Mickey。很香哎，这个。这个也好吃哦。小美因为合作拍戏变成好朋友，两人说说笑笑，增添了工作乐趣。Are you ready? Ready? Yeah. Are you ready? Ready. 你到底 yeah 还是 ready 啊？ Are you ready? Ready. Let's go. 开始，开始。就我们自己就先转一个大。快，现在！
假扮情侣更让两人忍不住笑场。Action！ 等一下坐太空山的时候。你没有用感情，你没有真的没有觉得他有怕的感觉。好，预备 ，Action！ 乖哦，你要对太空山都说不要怕哦。Okay. 请你们现在十指紧扣 ，OK？ 十指紧扣什么？十指紧扣。哦，十指紧扣。各位观众，现在就让 TVBS 二二男宅急电的徐伟伦跟贺小美带你们去探险世界。灿烂烟火让徐伟伦看得陶醉，相信他的巧笑倩兮也会长存你们心中。